27日，黄品源台北热力开唱，一连演唱多首经典歌曲，点爆粉丝热情。为了回馈热情粉丝，黄品源还现场玩起吉他，嗨翻全场。穿着帅气西装登台的黄品源被粉丝掌声和尖叫温暖，毫不吝惜的扬言要脱衣服回馈粉丝。不过粉丝并不满足，大声喊着要看人鱼线，让黄品源小小害羞了一把。但是大家的掌声跟尖叫让我听到觉得非常的温暖，所以我决定唱完该首歌把衣服都脱掉，都脱掉会不太礼貌，至少要披一件钓鱼线。哦，人鱼线啊。哦，这么急着看人鱼线。哎，今天呢不管什么线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最美好的夜晚，好不好？誓言的黄品源果真脱掉岩石西装，穿清凉坦肩亮相，大秀肌肉。不过对于万众瞩目的人鱼线还是相当吝啬，不肯示人。